不要去外面超市给孩子买超长保质期的果冻吃了，原来自己在家也可以做。菜市场捡的菠萝切成小丁丁，锅中加500克清水，50克白砂糖，50克白凉粉，小火烧至微开，把菠萝肉倒进去，再煮5分钟，装入碗内放凉就凝固了。抠抠弹弹，这个夏天孩子想吃水果果冻，您就试试这么做。